张柏芝自出道以来就是玉女形象，可经历过前男友陈冠希事件后，形象尽毁，甚至于牵连她的婚姻都遭到重创。当然了，你可以说她不是一位合格的妻子，但你绝对不可以说她不是一位好妈妈。为了孩子，她每天起早贪黑的忙碌，从衣食住行都是亲力亲为。如今张柏芝已经37岁了，还那么年轻，网友心疼张柏芝。在小儿子两岁时，谢霆锋和张柏芝离婚，一转眼已经离婚五年了。近日2017年中秋晚会竟然邀请了女神张柏芝参加，真的是让人很期待呀。她身穿一袭秋冬古典长裙，盘起长发，格外的优雅动人，裙子的设计也很浪漫唯美，戴着奢华钻石手环，整体造型优雅高贵，格外引人瞩目，露出了招牌甜美的张柏芝魅力难挡呀。如此迷人的她，谁会不爱呢？拉近镜头一看，虽然已经37岁的她皮肤依旧白皙细嫩，这样的张柏芝简直美炸了。网友评论，谢霆锋看了难道不后悔吗？